今天我们讲一下公开课啊，讲一下啊网友点的曲子，叫做《小白杨》。这首歌是民歌，但是非常的好听，我很早就喜欢这首歌。我在的教学视频里面很早就已经弹过这个曲子，现在我再来说一下，我先弹一遍啊，先弹一遍。上面写的调是升西，那我就用升西吧。简单点弹一遍好吧。下面讲一下前奏，这个前奏就是最后一句嘛，是不是就是最后一句啊，咪瑞哆瑞咪咪嗦哆来啦嗦嗦哆来啦嗦嗦，就最后一句，这句说完了，等一下后面就可以不说了，哆来啦嗦啦哆啦啦嗦啦哆来啦啦哆啦啦嗦啦，嗦咪，嗦嗦嗦啦，嗦咪来咪哆啊！好，来，我们用拉，因为它最后一句嘛，我们就用小调。咪来咪来啊，这里来了啊，嗦，哆啦嗦啦，啦嗦啦嗦咪。两个嗦啦嗦咪咪来哆，好，好的，弹一下啊，用西调。这里再加一个啊，我这个来有点太粗，加个拉，哆来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再来一遍。可以啊，加了一点这种古筝的味道啊，民歌的味道啊。好吧，因为这两句呢用了琶音，这个是强处理的，因为它高潮用后面的。